网的小伙伴们，我是主持人欢欢。今天来到夜唱，因为今天来了一位嘉宾，非常非常的帅气，但是他是帅起来没有男生什么事的顾昭宇。Hello, 欢迎你。你好你好，主持人好，酷流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顾昭宇。很高兴来这里。今天主要就是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这张新的 EP， 对不对？对。那这张我刚才看了一下，它的制作超级精良，就是贵贵的，贵贵的，高大上是吧？高大上，对。而且它只有三首歌。对，因为是一张 EP 嘛，所以就是收录了我们从15年开始到16年，然后做的三首歌。就我是想说，一般发 EP 都没有这么精良过，大多数的歌手还是愿意把整张专辑都录好了之后再去，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做专辑的样子哦。对，因为就是这是我的自己首张同名 EP 嘛，然后呢就是比较重视它，对，没错，然后想把它做的有诚意一点，有诚意一点，真的很有诚意，而且我看到里面的。不光是这个样子有诚意，歌也很有诚意，歌也很有诚意，对对对，而且他已经拍了 MV， 据说是全网成绩都还不错哦。就是这张 EP 的主打歌《玻璃瓶》，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这首歌跟你的缘分是怎么来的？这首歌，讲起来就还蛮，故事蛮长的，长话短说，就是，当时没有出道之前啊，没有出道之前，然后。有一个朋友说啊，你唱歌声音这么有特点，我们有一个网剧想让你，就是有没有原创歌，然后来那个放在我们的网剧上面。我说我没有，我说那个时候我就说啊，好吧，那我要去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歌，找到我的朋友，我说要不然我就要发片试试看，然后让大家更多的人听到我的声音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量身定做了这只玻璃瓶。哦，对，当时做的时候也没有考虑到网剧那趴了，对，所以最后才呈现出来《玻璃瓶》这首歌。所以他这支 MV 是怎样的呢？会结合他的网剧吗？还是说单独的去拍了一下？单独的，后来这个网剧我也没有再联系了。这位朋友已经可以拉黑了是吧？没有没有，开玩笑。那其实来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事情啊，就是无论说这个网剧有没有和你合作上，对，他推动了我去做这件事情，一个启发点，对对对，他推动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随遇而安，然后比较不紧不慢的一个人，所以我会不会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好好做什么事情。在拍 MV 的时候去法国吗？有没有什么新鲜好玩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的是吧？就是因为去工作嘛，所以其实玩的时间比较短。基本上在导演拍外景的时候，把一些地标的地方就等于说游览过了，比如说铁塔是吧？对，这些这类的塞纳河边。那在这个去巴黎的拍 MV 的同时，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除了这个我们拍一套写真，在这张 EP 里面，我们还有就是我的 EP 里面有三首纯音乐，除了三首歌以外还有三首纯音乐，是我去了巴黎以后收集当地的音效，然后回来再 mix 的三首音乐。如果获得这张 EP 的小伙伴们还是有机会听到这三首纯音乐，因为这三首纯音乐只是在我的 EP 的 CD 里面有，现在还没有在网上发行，所以只有 EP 才能听到这三首歌。所以酷流网的小伙伴们，你们今天这个福利一定要赶快动动手拿回家。对，这三首纯音乐里面会有塞纳河边的水声，包括去巴黎圣母院鸽子的声音啊，鸽子飞翔吃食，不是吃食啊，是吃食啊。然后那个还有就是广场上那些孩子嬉闹的声音，还有我们去吃饭一些收入回来的一些法语，包括在河边有一对情侣啊，或者是一些人在聊天的一些法文啊，就是 mix 之后的音乐，很好听，很好听。这个想法是你就是自己自主的想法，还是说公司安排？并不是，因为是一个也是这首就是这张 EP 的有一个作曲的我的一个朋友，他很喜欢，他很文青，他很喜欢就是去如果去日本啊或者去海边啊，他也会去收录一些这样的声音，所以我就
打算这么做。嗯，哇，这个想法还真的很新颖。对，以前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尝试过。是吗？嗯，应该也有一些歌手会这么做。嗯，他不会单独的是放在，他可能会加到自己的歌里啊，嗯、那么一小段，不会把它单独拿出来。对对对。对，嗯、我觉得当然主要是还是要去听一听玻璃瓶，因为玻璃瓶在法国拍摄的时候，我当时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因为在这个 MV 里面，我是一个人饰演了。男主角跟女主角嘛，哦、就一人分饰两角也就算了，还有就是自己扮男朋友，自己扮女朋友是吗？就是一个我和世界上另一个我这样子。哦，嗯、对，其实这张 EP 里面有一张我的女装形象的海报，应该哎在这，对对对，我看看是哪本啊？嗯，对，这里那盒里面没有，这个里面有，你要看一下吗？当然不是，我要看一下，是给所有酷乐网的小伙伴们看一下哈。对，这个是封面就还好了，就是这样子的、嗯、然后呢女装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压力特别大，是因为怕女装的造型失败，但是最后我们呈现给，因为做了几次尝试都失败了，但是到了巴黎以后，在拍摄前、嗯、我上完妆那一刻，我会觉得OK， 我是有信心的，嗯，所以要展示咯。对，就是你看一下吧，给大家看，觉得我觉得很好看呢、啊。是，所以就是想把这个男装和女装就要做到一个怎么说，极致一点，极致一点，嗯，哦，不想让他觉得很怪。来吧，有请我们的小顾老师。简单点，低情的情绪轻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表面，像没天赋的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见，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顺应时代的改变，看那些拙劣的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没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哽咽，等开就平淡些，该配合你演出的我演视而不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顺着别人的谎言被动就不显得可怜，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配合出演，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都有个期限，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场景也习惯我们来回拉扯，还计较着什么，其实说分不开的也不见得，
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越演到中场戏越哭不出了，是否还值得？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像情感节目里的嘉宾人人挑选，如果还能看出我有爱你的那面，请剪掉那些情节让我看上去体面。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干嘛演出细节？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是因为爱你我才选择表演这种成全。谢谢大家。本来知道你给一个游戏的主题曲唱了歌，对吧？啊，你真的，哎，你怎么知道？我知道啊。哦，那为什么没有把那首歌也收到这里？它不是游戏，它是一个动漫主题曲。嗯，动漫主题曲。然后呢，就是跟这首跟整张 EP 的风格稍微有一点不太符。对对，就是可能就是，所以它没准会收录到其他的，就是跟。对，根据将来的那个情况来看吧。对对对。嗯，为什么叫小顾老师呢？小顾老师，因为我是在出道之前，我是一名流行声乐指导。哦，教大家唱歌的。嗯，唱流行演唱技巧的。所以你的大学专业学的是音乐吗？我大学专业学的是美声。真的？音乐表演，美声，对，美声。嗯。哇塞！但是也有自己出道之前好好的去修炼那个流行演唱技巧这块，因为其实美声跟流行门外的人觉得是好像是通的，但其实方法是还是有区别，很大区别的。嗯，现在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玻璃瓶。玻璃瓶。 好， 认真看着你沉默离去的背影，想要远飞的刺青只能在胸口暂停。你说我是你的心，给人希望却又近乎绝情，我的暗示你不拒绝也不挑明，永远隔着一张玻璃瓶，可只是你的天性，我也不在乎公不公平。如何问罪这演技的拙劣，往事都被轻描淡写，你永远不了解这段关系里的冒险，侥幸的没有防备，最后再见头化作一堆倔强，在逆光中绽放的蔷薇，不对时间妥协，不为谁而枯萎，深爱过的结局怎么舍得相会，最后你流成河的眼泪，把回忆一点点瓦解的支离骄傲的女爵，倔强的忘了心碎，
用什么化作语言对抗着整个世界。如何问罪这演技的拙劣，往事都被轻描淡写。你永远不了解这段关系里的冒险，侥幸的没有防备，最后再见都化作一堆倔强的在霓虹中绽放的蔷薇，不对时间妥协，不为谁而枯萎，深爱过的证据怎么舍得销毁。哎哎，最后你流成河的眼泪，把回忆一点点瓦解的支离破碎，倒映骄傲的女爵倔强的忘了心碎，用沉默化作语言对抗着整个世界。整个忘了心碎，用沉默化作语言对抗着整个世界。谢谢。你们拍 MV 拍这些写真的时候，不是到法国当地你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或者看到什么好玩的事情了没？先说吃好吃的。因为我是中国胃，所以我不太习惯欧洲人的那种低油低脂的那种他们是吃那个蜗牛之类的没有去感受一下吗？没有没有，因为工作确实很忙，就是导演安排的很紧凑，基本上他说我们今天去吃那个我们就吃那个吃这个去。对、啊、那其他两首歌也拍了 MV 吗？其他两首城市最端末正最东边有的、嗯、在通州拍的吗？想在通州拍的但是最后还是在棚内拍了。哦、嗯、其他歌手做专辑的话呢他们会很用心，是因为是专辑十首歌嘛，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制作这么精良的EP、嗯、那现在如果大家想支持的话呢是搜得到吗？可以购买吗？嗯、我觉得我就不卖了吧，就是这个现在就真的是良心宣传。是这样的，就是我会觉得现在买实体播放本来就很困难，就是除了在车上拍，对、啊、就没有什么播放 CD 跟 DVD 的工具了。对、啊、大家现在这个信息时代已经很，对吧？我觉得大家多参与这些活动，就获得一个从我们酷六拿到这张唱片，做一个纪念收藏一下就好了。其实给网友们，其实包括粉丝，大家买张唱片也是这个目的，所以就不卖了，真的不要买了。嗯，真的是认真的，是认真的，是认真的。哦、其实我也没有太。知道就是到底唱片应该怎么做，嗯，就是做成什么样的规格或者用什么样的材质或者怎么去做，我就是想这么做了，但是确实很多人都说这个花的费用还不少。嗯，对，我真的很震惊，因为大家出唱片虽然知道唱片行业都现在没有那么的就是热烈，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你会直接说出来、嗯、这个就是不卖了，这就不要卖了，真的不卖了啊、嗯！就大家收藏一下就好了。哇、嗯哦，这真的很有纪念意义。是，但我发现出品人也是你。对，就是很少有歌手会花了不少钱。很少有歌手自己挂出品人。
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投资很多钱，对，好任性哦，对，就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多多支持，大家只是支持你就好了。我看到你去法国的时候还参加了一个那个就是时装周的那个活动，对，在伦敦，那是在伦敦，哦，伦敦，对，一个直播平台的一个选最会唱的主播嘛。哎，现在很流行就是跨界的，比如说歌手他们也会去走一些时装秀之类的，会朝着时尚方向走吗？想的呀，想的呀，对，那今天呢我们还有一首歌要唱给大家听。好，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唱哪一首呢？永恒的光。永恒的光，要告诉大家即便是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心里要有一个光在。对，就是爱吧，爱和付出，别人帮助你就是在你还 OK 的时候也要去帮助一下别人，我觉得挺好的，挺温暖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要让我们一起温暖一下，有请我们的小郭老师。好，希望在2017年这首歌的开始吧，有一个好的开始，每个人都很快，每天都很快乐。对，我觉得这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放到闹钟里也还挺好的，是吧？就是听完之后浑身都充满了干劲，然后就是感觉自己棒棒的。真的是哇，好有元气哦这首歌。现在还会时不时的就跟大家在线上见面吗？会。就是比以前要少很多很多，少很多，因为现在有其他的学习要学，然后有工作，对吧？对，没错。我想念他们吧。他们会想念我吧？这个是一定的。我也想念大家，我也想念大家。如果大家就喜欢我们的小顾老师，可以在他的微博上关注他，一系列的事情他都会发微博，对吧？不会。为什么？就是相对还是要保持一点隐私吧，就是要保持一些神秘感。哦，做什么事情想告诉你们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们。对，但有偶尔也会分享很多的心情。
原来你是那种分享心情的人啊。对，我还写，很喜欢写东西。哦。嗯，我自己会写很多东西，在我的粉丝后援会里面去PO一些东西，就是包括一些看完电影之后我的心情，包括我对这个电影的评价，看完之后我自己心里面所思所想，都会写。有的时候还会拿笔记本用笔来写。我也是，我每天都在写，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们如此不同。我相信你会写那个心情，我也会写心情，但大概都是跟工作有关的，每天 PO 的全是除了我们家宠物，就是跟工作有关的。然后反而是那种特别细腻的东西不会跟大家分享。哦，我会，像类似于像看电影之后的心情我也不会写。哦，嗯，我而且我特别爱写，而且写得很快。是吧？对，就是。然后我会记日记，但我记日记基本上都是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这种。流水账。明白。哎，你拿日记本真的会写一些心情是吧？会，而且会基本上会写很多比较正面一点的东西给大家。正面一点。虽然也许听到一首歌，看到一部电影是它是忧伤的，它是虐的，但是还是想最后的基调还是要回到比较正一点的三观，给到，因为可能就给一些粉丝看，给大家看。那这个月其实马上过年了，那除了宣传 EP 的话还有其他的安排吗？就跳舞吧。就还是跳舞。这个简直了，就是不能好好的过年，不能一起友好的过年吗？过年我是安排了就是出国。好，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张专辑这张 EP 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里面的内容。刚才我们的停船靠岸说我想看看里面的内容，仔细的看一下。有七张明信片。明信片。对，有一张是有写写给粉丝的话。刚才我在节目中间念的这段话就是他亲笔写的。对。所以其他的呢大家也可以留作纪念，或者送给你的好朋友。对，写一些自己的心情字啊，然后送给朋友也挺好的。然后呢就是当当当当，哎，这张专辑除了三首歌还有三个纯音乐。很好听的。并且我发现你都给他们起了名字。对啊。就只不是一些声音吗？对，一分钟两分钟的声音。对啊。就还要有音乐的，它是有音乐的。美美的给他们起了名字。对，城市，我和你，爱，也就是说，这三个真的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对。然后还有就是歌词本也都是有非常好看的图插图啊。对。然后呢，这张我们签好名字的就会送出去啦，所有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先到这里，谢谢我们的小顾老师顾昭宇。我希望你2017年一定要加油再加油。好的，多多出好听的作品给我们大家。那这张专辑也会送给今天的幸运小伙伴。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你们，加油，谢谢，期待你2017年更加辉煌。好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那今天的夜唱就先到这里啦，拜拜，拜拜。